谁要是欺负你，我们就欺负回去。随便。嗯，把这个给我打开。哦，好嘞。哎，边，你看看这个蛋糕怎么样？啊，真好看。快点，快点，蜡蜡酒快到了。哦，好好。那我们点蜡烛吧。好。算了，我自己开吧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小寿星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不用了吧。哎，怎么还哭了呀？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连我家人也没有，只有你们。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了。谁要是欺负你，我们就欺负回去。放心，这个我最在行了。那要是哥哥欺负我呢？那就弄死他。啊，不用这么狠吧。我们吃蛋糕吧。嗯。今天辛苦你了。随便，我们都给娜娜奖准备了礼物，你准备了吗？啊，我当然也准备了。嗯，这就是你准备的礼物。没关系了，只要是大家送的，我都喜欢。这可是我精心挑选的礼物，嗯。这倒是挺像他送礼物的一贯风格的。上回他送我的小熊，也挺幼稚。你也收到了那个会说话的小熊了吗？是啊，我也有。婉琳，你有吗？好啊，我们居然人手一只。你小子还挺会雨露均沾的呀。前面就快到你家了。嗯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我以为那个小熊是只有我才会有的。主要是那天那个小熊买一送五，我就想着你们每人一个也不浪费。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我知道孤城哥哥是想关心我们所有人，但有的时候女生还是想要被偏爱一点的。今天是你生日，你想怎么被偏爱啊？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我从小在南方长大，
我还没有看过雪，我想看看雪。今天是你生日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帮你实现愿望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我娘娘酱，顾生哥，你去哪儿了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下雪喽！呜！哎呀，感觉线索越来越明晰了。